英雄金刚，那么勇敢，那么个坚强，神兽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青春生命拥抱着梦想，炙热的心自由的翱翔，宇宙角落隐藏着黑暗，需要团结勇敢的对抗，维护和平正义的伸张，难免遇上困难和沮丧，身手金刚不再怕艰难，冲出地球宇宙放光芒，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身手金刚，麒麟战斗，青龙战斗，白虎战斗，朱雀战斗，玄武战斗，神兽合体，无敌的神兽金刚，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，神兽金刚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神兽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无敌神兽金刚。为了阻止沙漠化，改善生态环境，胡博士实施了绿洲实验森林计划。林聪等人在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一处沙漠植树，他们采用前打后拉的方法植树，遭到玄冥二怪的破坏，但被神兽超人英勇地击退了。好办法，快说什么好方法。这是我们从沙漠带回来的一只剧毒蝎子，要是我们好主意。我们是超级无敌神兽金刚战队嘛。
什么？WN35 区域发现了巨大的机械蝎怪兽，正在大肆的破坏城市和道路。你们赶紧出发吧。收到。你们的死期真的到了。伙伴们，我们赶紧召唤神兽迎战巨蝎机械兽吧！麒麟金刚，战斗！青龙金刚。金刚，战斗！朱雀金刚，战斗！玄武金刚，战斗！宇宙
角落隐藏着黑暗，需要团结勇敢的对抗，维护和平正义在伸张，难免遇上困难和沮丧，身手金刚不再怕艰难，冲出地球宇宙放光芒，用血用真血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智慧召唤神兽金刚，神兽合体，无敌的神兽金刚。这次绝对不可以失败，马上补充能量，打败神兽金刚。怎么回事？有一股来自外太空的能量，博士怎么办？他们正在给巨蝎机械兽补充能量，快挡住这股能量。是。神兽金刚钢。赶紧砍断巨蝎尾巴上的剧毒针，那是它的致命点。好，这下怪物完蛋了。神兽金刚无敌爪，神兽金刚，下次一定要消灭你。巨蝎机械兽虽然被消灭了，但是一直想解除黑暗大地封印的铁面将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在下一集，铁面将军又会有什么新的阴谋呢？他又会派玄冥二怪寻找什么新的动物变种成机械兽呢？敬请关注下一集《无辜的遗殴》。